皆さんこんばんは，这是阿嬷约我们去吃初鱼铁板烧，这应该是我第三次吃。那早期都是吃几次初鱼子，就是手握寿司，然后铁板烧是后来生日的时候，那个 Richard 请我去吃了第一次，后来我带家人吃了。那认识初鱼这间店是，Amy 的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其实我后来都去吃了几次。大木盘都是海鲜的部分。那这个是龙虾哈，龙虾就是来自于东南亚的龙虾，然后南非的鲍鱼，好，跟今天准备的和牛是鹿儿岛 A4 等级的和牛。那海鲜的部分呢，我们另外还有准备是北海道的生食等级的干贝，跟日本九州生鲷鱼，然后还有广岛的生蚝，总共是五道海鲜。那和牛的部分呢？哈，请问现在在座都有吃牛肉吗？这边都有吃牛肉。和牛部分，我们今天准备了三种吃法。这是热眼的部分，好，热眼的部位，不好意思，热眼部位我们先做成牛排，然后和牛的半筋半肉我们做成汉堡排，会搭配我们这个经典的酥脆小泡芙。那这个纽约客的部位呢，我们今天做成一个肉卷，好，里面包着这个剥皮辣椒跟玉米笋，好，以上，好，总共五道海鲜，三种肉品，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拍照记录一下。好，谢谢。看一下在座有没有什么葱蒜？面熟的，给大家来一段南非鲍鱼的铁板焼き铁板烧秀，先看完再看加强版的介绍。首先介绍这一个螃蟹的蟹脚哈，这是来自于俄罗斯哈，跟着日本北海道边界的海域，俄罗斯海域的红蟹的蟹脚，红蟹也就是我们所称的雪场蟹哈。好，红蟹的部分呢，我们先是称重卖。我们称重的话是一组脚，那一组脚的话我们就有两只。啊，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在称的时候啊，是以比较轻的那一只，好，比较轻的那一只脚来计价，就剩两只，剩比较轻的那一只来计价，那重的那一只我们就不计价哈，不称了。那如果这边有喜欢吃螃蟹的朋友啊，都可以跟我们说。那就是手上这个是来自于北海道的赤海胆啊，赤海胆肉质非常的鲜甜的哈。那赤海胆我们一份的分量呢，大概是半盘，15公克左右。那今天海胆的部分我们也有做一个优惠哦，第一份的话是500元，第二份的话我们就做半价哈，第一份500，第二份我们就做半价。那我们是以生食的方式来呈现哈，搭配了日本醉东米饼哦当容器，旁边撒一点鲑鱼卵啊。那如果有喜欢吃海胆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喽。那在鱼类的部分呢，我们今天提供的是日本的青柑鱼下巴，也就是丝鱼的下巴。好，那这样一片的话只要350块，好，只要350块。那这口感非常的扎实饱满，油脂非常的丰富，那如果有喜欢吃鱼下巴的朋友，好，也不要错过了。那再来是我手上这一盘呢，是来自于加拿大的鸭肝，加拿大的鸭肝，好，口感非常的绵密，鸭肝的味道相当的浓郁哦，那我们也是称重卖，每公克是8块钱，每公克8块钱，一块鸭肝的重量大概是40公克到50公克左右，这边给大家一个参考数字。那刚刚那个脚的部分，我刚刚的重量我没有提到，脚的重量大约是250公克到300公克左右，然后只要称一只脚，每公克14块钱，那如果有喜欢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谢谢。海鲜是一个轻走白走，但适合做当地的饮食，你要想喝一点餐酒饮料吗？他开车。这是今天的食材，大家看到了有和牛，新出鹿儿岛的，然后龙虾、鲍鱼、生蚝，这是加购的雪场蟹，这是现场有的清酒跟一些水果酒，这是广岛生蚝，外面包了一层类似姜片，这是生鲷鱼，然后上面有山药泥，这是龙虾，下面是蛋卷，就是玉子烧，然后南非鲍鱼上面放的一些类似葱酥的东西，然后和牛它有两种，一种是卷起来的，这是和牛汉堡，这是炒饭每次都有的，最后甜点跟抹茶，
其实东西不多，但是有吃饱。立马跟朋友问了一下他进口的南非的葡萄酒，哎，我要来下礼拜要去葡萄酒展，跟他来个团购，有兴趣的可以跟我说一下。其实以上就是其实吃了三次流程差不多一样，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其实蛮喜欢铁板烧，我觉得饮食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赏心悦目的东西。小时候我就想要做铁板烧师傅，所以每次吃铁板烧的时候都会看着那个铁板烧的那个烹饪过程然后发呆。然后这一次的食材有陆续问了一些亲友，听说最近帝王蟹跟松叶蟹蛮便宜的，其实是蛮想找朋友一起聚餐吃一下，如果人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来订一下。然后中间看到的不管是南非鲍鱼啊或是海胆啊，还是有一些干贝之类的，我都平常如果有机会跟亲友刚好有进到不错的话，我都会买下来就是跟家人分享。其实到店里吃是一种吃师傅的手艺，这是最近已经吃不多之后中年之后的一个认知啦。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到店面吃手艺，然后买一些新鲜的食材回家跟家人分享，自己在家来点小奢华，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咯。然后大家可以有空就把它看完，然后没有空就看到前面。拜拜，我要来去剪下一支 Emiko 给我的新的日本东北的介绍影片啦，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拜拜。
面搭配的是我们东港新鲜的樱花虾。如果你看到这里，谢谢你的支持。我只是单纯的很喜欢铁板烧的烹调过程。回顾今天的食材，其实蛮想在家自己好好煮来吃的。谢谢阿莫的邀请，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介绍这个。请大家有空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台湾难 YouTube channel。Thank you， 我要是你。